传说的苍蓝星凤梨比萨。不是在正常的凤梨比萨，感觉整场都是气死。对，我刚刚睡着了。我好久没有四点多五点多就在家里了，闲到我睡着，笑死我。现在可以开始换弄角色，我现在先捏角色，我提早上线就是为了捏脸。好，听说狗跟猫也要捏很久，我现在有点紧张。对啊，这次拓荒会用狩猎笛或者是太刀。快快快快捏脚，我们要动作快。哦，这个好看，三下，就是中毒的样子，是发光的嘴，发光的嘴。哦，我的嘴好可爱哦！阿哥金吉嘞，就是要用这种嘴，这个可以。我要叫一个会引起公愤的名字。什么跟笔有关系啊？无与伦比，可以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就这样。我的狗就是要夸奖我啊！我的猫叫什么？还有什么笔？先让那个比萨哈哈到家出来。最好给我出萨，对，太好了，他已经知道我的尿性了。跟笔有关的成语跟赞美的话这么少吗？可恶！比萨哈哈到家，可以啦，随便啦，那个断句让大家去心领神会。我们来看那个开头了，那个动画很好看，快点快点，动作快！哦，好好看哦！妈的嘞，太正了吧！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两根的是妹妹，姐姐只有一根。さすがは神楽の里でも指折りの強者。まだまだ私たちは修行不足のようです。我很壮，对啊。入ってきちゃダメ。嫌ですな。同じ里のよしみ、家族のような。姐姐也太三八了吧，姐姐含蓄一点，像妹妹这样子好一点。我喜欢稳重一点的姐姐。姐不像姐姐，妹妹不像妹妹，就灵魂互换啦。我等一下变妹控怎么办？凤梨披萨，认可凤梨披萨为一名猎人。嗯，好，谢谢哦。凤梨比萨，传说的苍蓝星凤梨比萨。实在正常的凤梨比萨，感觉整场都是气死。过来过来，无与伦比，过来给我上！敢不能上，好臭！我的发，这是拉布拉多，是不是？干，太丑了，我不要。太丑了吧！所以这个是春刃还是这是新手教学？哦，我刚刚看到姐姐的胸部，我的妈！所以跟姐姐讲话是春刃，跟妹妹讲话是集会所任务。啊呵，莫，哎。哦哦，妹妹很会叫哎，哇不得了！二楼，哦，妹妹的胸部跟姐姐的一样大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哦，电脑不超痒哦，被头发刺到，太可爱了吧！
啊，对，好可爱哦！这次的人物真的是全方位的有进步了，哎，很漂亮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救命啊！哇！现在这辈子哦，干只能吃丸子了。这猎人这一代猎人也太惨了吧！这代猎人只能吃丸子了，各位，可怜呐、啊！啊，大鱼大肉的生活嘞，有狗有猫有女人在有美食就完美了，这辈子只能吃丸子了，干太可怜了。